珠 Quoss 洁身器，伴随您开始清爽宜人的一天。在全球都获得认证的珠 Quoss 洁身器，珠 Quoss 以信赖和沟通为基础，引领洁身器文化的珠 Quoss 通过持续革新，为顾客提供更多的感动和创造价值。从创业初期开始，致力于研究开发的珠 Quoss 企业，为了引领国民的清洁与健康，一直注重专业生产洁身器，以实现品质不良 Zero 化为我们的目标。扎根于生产系统的珠 Quoss， 从材料检测到完成品检测为止，通过严守彻底的品质管理，为了持续地提高产品质量，而努力实现产品核心零件的标准化。珠 Quoss 公司所付出努力的结果，就是公司产品的优秀性和品质管理、绿色环境系统得到认证，并获得中国 CQC、韩国 KC、欧洲 CE 品质认证书及 ISO9001、ISO14001 System 认证、环境 RoHS 专利等认证，这些都成为开拓世界市场的基础。为技术革新而不断挑战的珠 Quoss 成立企业附属研究所，通过亲自研究开发，一直致力于开发新产品和新产品的设计。珠 Quoss 的主力产品如下：高端系列洁身器 Q7700， 瞬间温水功能。和现有耗电大的洁身器不一样，只有在使用的时候才会瞬间启动陶瓷取暖器，通过瞬间加热使用最少电量。最高端远程调控，可以简单便捷地操作洁身器所有功能的远程调控功能，男女老少都可方便使用。空气微粒子清洗，清洗时水和空气混合到一起，形成柔柔的空气水滴，可以实现柔柔爽快的清洗功能，可以节省清洁时间，并有节水功能。紫外线杀菌照明，按照明按钮的话，对马桶内部进行杀菌，即使夜间不开灯也可以使用，既卫生又方便的洁身器。冷温按摩洗净，按洗净键之后再按两次按摩键的话，以每七秒间隔冷水和温水交替按摩，同时具有缓解便秘和通便的效果。上下分离型两个喷头，为了卫生洗净和正确位置上洗净，上下设计了女性洗净和洗净喷头。暖变座和人体感应器，座圈加了人体感应器，只有落座才能使用洗净、女性洗净、烘干等有关安全功能，避免操作失误。具有强力的除臭功能，自动洗净、芳香功能、暖风烘干、喷头自洁功能。标准型洁身器 Q5300，连续温水功能，在水箱里存储着提前加热好的温水，当您使用洁身器时可以持续地使用温水。温暖座圈，根据人体工学设计而成的温暖座圈，从常温到42度，一共有四个阶段可供您选择。洗净烘干功能，从洗净专用喷嘴里喷射出温水，共有8个阶段水压可供调节，可以方便快捷的使用。暖风可以清爽的干燥洗涤部位，
从常温到60度一共有8个阶段的温度可供调节和选择。除了高端配置洁身器 Q7700 标准型洁身器 Q5300 以外， Q6000 系列、 Q5000 系列以及机械式洁身器 Q1000 系列等拥有多样功能的洁身器，并生产富清水净水器。现在全球人都注重健康和新环境，洗手间文化也变得更先进，现在洁身器已经成为必需品。朱阔斯就在如此急速变化时代的激流中，为创造世界先进洁身器文化而不断地进行革新和挑战。像洁身器宗主国的日本、美国、澳洲、法国等8个国家出口洁身器的朱阔斯，以最高的技术力和技术为基础，为引领高品质洁身器文化，所有职员为把公司发展为全球性企业而齐心协力，不断努力。非常感谢